地牛同卷闸电制所的门盖都烂了，被扔在地上面。色柜和橱窗完好无缺，金器饰物都齐全，没有凌乱或者狩掠的痕迹。现场是荃湾村农街30号地下的一间珠宝金行。在星期三朝早9点多，有职员回去开铺的时候，发现地牛锁被剪烂，卷闸电制锁的门盖亦都被撬开了，怀疑被人爆窃，于是报案。警方封锁现场调查，负责人仍然点算是否有损失。